原来你就是孤舟。以前我不懂，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可是你却占据了他的心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自己输得有多明白。以前我们既是死敌，又是情敌。但以后，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不过这不代表我就放弃了。 如果有一天你敢欺负他，伤害他，我会不顾一切把你杀了，然后占据他的心。放开我！婚礼应该结束了，可惜不能倒杯喜酒喝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对千岁子小姐一片痴心，情深意重啊！我怎么能甘心眼睁睁看你嫁给江慕寒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已经毁了我的婚礼，现在还要坏我的名声吗？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现在为你补办婚礼，我们以天为证，以地为媒，今晚就洞房花烛。 怎么样？王八蛋！少主，大少派人追来了。罢了，留得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再用那了。千岁子小姐，您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 你马上派人给我灭了青帮，我要楚云帆这个王八蛋碎尸万段。好，哎，不行啊！你看，你和楚云帆的奸，不对，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如果现在杀了他的话，这传闻不就坐实了吗？啊！ 千岁子小姐，您不能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很好，都在呀。申俊是我的副官，你打他不就等于打我的脸吗？哼，我打就打了，又能怎样？督军是不是认为今天的婚礼没成，这事就算作罢？还有你。 心里一定得意的很吧？我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哼，谁不知道他楚云帆今天这番错误，全部都是为了你呀！哦，那怎么跟传闻中的不太一样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婚礼没成，我也是这督军府的女主人，今晚就是我与督军的洞房花烛夜。 闹够了吗？
才哪儿到哪儿啊，你就心疼了？哼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，我就是想在他心上插刀。你爱怎么演怎么演吧，恕不奉陪。江慕寒，你对我当真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意？你我之间为何联姻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。就算是为了利益，我为什么独独选中了你，那是因为只有你这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，同样也只有我的实力才能够撑起你的野心。我和你，我们两个人才是天作之合。今天受了点伤，诸事不宜。不要！我本来为你做的就不多，再不守身如玉，怎么对得起你啊？好了，秦欢，听话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你为了躲我，竟然不惜伤害你自己！我告诉你，江墨海，我千岁子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便要千方百计地将它给毁了。你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吗？啊！想要我的命，你尽管来拿，就看你拿不拿得走。好，我明天就搬到杜君府来，我看你能怎么躲我。哼，走，去找大帅。嗯。慕寒，我腿软了，都怪你，昨晚上人家都要散架了。走吧。嗯。等等，我给府里的下人放了几天假，这几天就辛苦你了。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高招呢，不过就是想使唤使唤我。前菜而已，来日方长。若是我说不呢？很好，督军府不养闲人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我收走了。待会儿再泡壶茶来。好啊，只要你不怕我下毒就行。
他又作践你了。我去找他。哎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军火马上就要到岗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不然你以为我会忍他？我明白，不能因小失大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凉不凉？你懂我的委屈，我就不觉得委屈了。还没镌刻到白发，却不妨碍最后我望着你。哎，让别人看到堂堂督军在这里干粗活，不怕暴露啊？哎，我能多干一点呢，夫人就少干一点。先叫我放下，我等过春天的雨，夏天蒸发，等过秋天的夜，冬天复活，却等不到和你一起种下开满这四季。你给我等着啊。我等过日落山海变成晚霞，等到夜间星星了年华。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。放好放好。好好，督军，大事到访。大帅，您这是？我们抓到一个乱党分子，这个人手里有一个高级别卧底的名字。这个人在北周呼风唤雨，应该就是孤舟了吧。却从缝隙中逃。